来用大草虾教你做一道香酥可口的虾排，每天教你做一道菜，不知道你来我这边学了几道了呢？做菜其实并不难，关键在于行动。我的主页一千多道湘西美食就是一本活菜谱，你要是每天学一道，你的厨艺肯定会大增。记得把虾线抽出来，加葱姜蒜、料酒、盐、胡椒粉，腌制五分钟。碗中准备炸鸡果粉，这种也叫脆皮粉，先均匀的拍上粉，再来裹上鸡蛋液，最后再裹一层粉。炸鸡翅、鸡腿、酥肉等都可以用此方法来操作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太感谢您了。锅中下油，六成油温怎么判断呢？可以扔一个蔬菜下去，立即冒泡，说明在五到六成没问题。如果过很久才冒泡，说明油温还不够。这个油温炸东西呢，可以让食材表面立即凝固，不脱粉。菜肴讲解越详细，你们学得越快。你觉得我够不够用心呢？炸到色泽金黄，基本上就 OK 啦。捞起来沥干油，外酥里嫩，美味可口。别忘了，我的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，不要错过哦。抖音。